完了。刚子，这是没外人啊，人家内人来了。别想。嘿，刚子呀。别想。刚子。这气氛怎么这么尴尬呢？怎么的了？我一来卡住了。你还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去一边去！咋解释？就没事瞎挨着的，挨什么挨？哎，刚子，过来，咋回事啊？那个媳妇儿，跟你说，今天我犯错误。犯啥错误了？咱们物业有规定啊，第十一条不能吃拿卡要业主的东西。我刚才吃了人家蛋糕了。吃了多少啊？你看，吃了一个横断面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叫吃啊？这要是我吃，只能给他剩下一个横断面。不是啊，快停一下，不是话题落错了吧？没说蛋糕的事儿啊，赵副经理要注意蛋糕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动作，咔咔的在那取暖那个事儿。什么取暖？哎，瞎说！刚子，什么取暖？哎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啥动作呀？咋的了？还取什么？咋回事啊？你别听他瞎说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刚才呀，就是那个。我不过生日嘛，大美给我送了个蛋糕，吃完蛋糕以后呢，大美说要给我一个祝福的拥抱，就抱了一下，祝福的，抱了多长时间呢？抱了一瞬间。一瞬间是多长时间呢？弹指，弹指一瞬间。抱了，你说现在抱什么抱？我现在越矜持，对你的婚姻越稳定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咬死不承认，我就没事了。你是没事了，我摊上事了。干什么？你不说瞎话啊？哎呀，你嗨呀个屁呀、啊！你在这玩嗨呀？刚子，过来，到底咋回事？我跟你说实话。大美没啥事儿，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，我过生日，她给我送了个蛋糕。吃完蛋糕以后，大美说给我一个祝福的拥抱，她说生日快乐。我说谢谢，就这样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抱没抱？大嫂，看着办，俩人反正是抱了，你看着办。赵刚子，你知道人家为什么抱你吗？不知道。这对你工作的认可吗？在咱们这个小区啊，男女老少。猫啊狗啊，哪个没抱过你？啊？是。再有，身为物业副经理的太太，就要有一个宽大的胸怀，要有一个像大海一样的胸襟。大米啊，哎，说明啥了？说明啥？说明人家是合法的呗。那个，哎，就差不多得了，街坊邻居都在这呢，松手吧。不是我松手了，你嫂子把我锁上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嫂子解锁吧。这都是误会啊！这今天好日子，来，我切蛋糕，你们一家三口吃的。说什么一家三口？胡说八道！咱们一家四口，不是咱们是一家人。对，切蛋糕来，来，爷，不对，啥意思啊？送蛋糕就送蛋糕啊，这怎么里面还有100块钱呢？收钱这可就责任大了啊！大美呀、啊，你这可就不对了啊！你送个蛋糕这是情义，你给我放什么钱呢？你放钱不就摊上事儿了吗？拿走，收起来！这不是我放的啊！干什么玩意？咋的了？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过生日你随什么礼？你随什么礼？这是起什么哄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对，我收起来。我不应该。搞这啥玩意儿？那行，搞就收起来。那这100块钱我就收拾了。不是，这停！你给我拿出来。啥呀？就是你的，给我。啊，你的。这钱呢，是我放在这袋里的。为啥呀？这大美啊，为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她的照顾，知道是你生日啊，就给你买的蛋糕。我说不行，刚子不能收。他说你放心，我有招让他收。然后我就把这100块钱放袋里了。哎呀，大美，这钱你得拿着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心意我们领了，必须拿着。大美，必须。这钱必须收下。嗯，听见没？
这是规矩啊，咱这是做人的底线，可不能把这事那什么了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赶紧吃蛋糕吧，这是我买的，咱家蛋糕。哎呀妈呀，蛋糕咱家的吧？对。来来来，每人一个横断面，来整整整整它。来来来，我弄点纸啊。哎呦，这挺好吃啊。啊对，哎，周副经理啊，啊，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，来，怎么的？毛病啊，这啊。什么毛病啊？哎、蛋糕这个中间，这不是有小黑点儿、这个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？哪儿呢？就这儿呢吗？你看哪儿呢？看看，看看，来来。